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零呱呱的非主流对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TM， 出生在地图大概是七点钟位置啊，是蓝色的人族 ，ID 零呱呱啊，呱神。看一下他的对手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，红色的兽族。本场对抗又是一场人兽大战啊，听起来就很刺激。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开局啊，兽族这一边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先知啊，单地洞跳板科技会非常的快。这张地图无论是跑飞龙还是跑狼骑，感觉是吧，大有可为啊。果然选择的是先知。那我们看一下林呱呱，嘿，血法师他来了啊！最近林呱呱越来越变成 LQQ 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林呱呱的血法师玩的如何。当然他是放了兵营的啊，并不是单纯的血法师，这边也有步兵。好，那血法大战先知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啊。兽族这一边我们看看啊，差不多可以升本了吧，建好了，准备行动。木头还是有点缺，等木头够了之后直接升本。这边人族家里的话还是比较稳啊，先放一根塔保平安，万一对手过来杀农民呢，是吧，有塔的话还是比较稳。版本的话是 1.36， 所以说对手肯定出生在你的对立点位啊，不会出生在旁边隔壁的这两个点位，这也是新版本地图的做一些调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林呱呱英雄出来，上来直接练哪个点呢？练这个点的吗？我这个点的民兵敲了6个，待遇确实非常的高啊。好，小苦工他来了，过来一看，哼，原来你在这儿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，5级野怪你掉一个什么装备？先知已经往这边赶过来啊，小苦工，哎，能不能摸一下？哎呀，没有摸到，这个民兵跑得太快了。好，这边再来摸一个，哦哟，林呱呱表示残血的兵我全拉走了，操作秀不秀？这边打了一个攻速手套，嘿，装备的话倒是一般般。好，狼一招，哎，去里面有残血的小农民。好，这一个，另外一个他撒腿就跑，可以。接下来的话，先知可以看上了他，来，小朋友去哪里？来来来，哦，跑了。好，这一边的话已经杀了一个农民，小苦工的话也自己的浑水摸鱼，血法师金光一闪升到了2级啊。先知，嘿，这个农民还是追杀成功。那另外一边，林呱呱这个福特曼也是大有可为啊，在这里棕搞搞，吸蹭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林呱呱血法师现在没有到3啊，到3级之后节奏就来了，现在没有到3啊，继续找机会发育一下。家里暂时还没有去升本，还在疯狂的补农民啊。这张地图的话敲民兵练级也非常的关键，血法师没地方去，直接去对手家里逛一波是吧，逼你的先知回来，别再干扰我练级了啊。好，血法师过来一看，猎头是吧，懂了啊，猎头我这边福特曼顶个盾就厉害了。好，放火一烧，小苦工赶紧钻地洞，这个地洞造不起来，里面的地洞赶紧造，嘿，塔又拆一波，这一波血法师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啊。那这一边我们看看先知赶紧回防，再不回来家都要被对手炖成一锅粥了啊。两个猎头戳不动这个血法师，要3-4个猎头以后这个输出才比较可观一点。好，血法师把先知逼回来之后，自己有条件可以买个单船啊，买个单船然后敲一波民兵是吧，又可以疯狂练级了。来，鞋子单船在哪里？好，钱还差一丢丢啊，等钱已经在升2本了，等一会儿钱，有了的话买个单船，然后民兵一敲直接练一下这个商店吧。研究完成，谢法师单船好了，要不回家之前去放一把火。兽族2本也已经升好了。好，谢法师单船过来，他还是决定先练一下这个6级石头人啊，暂时没有发现先知的一个身影，那我们直接搞一波大的啊。顶盾已经升好了，后面看见猎头根本就不怂了。那另外一边先知的话现在带着兄弟们啊继续练，3本升好，2本升好了，放下兽栏。这边的话刚才被骚扰的有点严重啊，尤其是地洞造了 N 次，所以资源的话还是比较短缺的。血法师这一波打了一个强击光环，如果出火枪之类的还是蛮舒服啊。好，血法师金冠一闪到了3级，三级之后要不去对手家里逛一逛啊，是吧，到此一游放2把火。
先知啊，等自己的商店啊，兽族的话被血法师完全打断了节奏啊！来来来，药膏一贴，现在有四个猎头了，四个猎头练级效率会稍微的高一点点。那这边林呱呱回家补了一波，买了一个伐木机器人，很关键啊！民兵一直敲，木头可能会有点短缺。好，阿本也已经升好了，这一波要敲民兵吗？哈，果然继续敲。三级血法师是吧？还不过瘾，我得继续练啊！练到四级之后，有二级抽蓝，给对手更大的压力。现在先知哈，终于可以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练级了啊！二英雄选择的是牛头，这边的话，狼骑也在准备当中了啊！血法师基本是满狼了，得找机会去对手家里释放一下。来，六级的野怪，看看能不能再出一个理想的道具。哦呦，残血的民兵走，哦呦，先知抓了过来，好，风暴狮角，先知慢了一丢丢，哦呦，看见顶盾副盾万万，完全就没欲望了，搞不动，嗯，还打吗？还是出血法师吧，不过血法师的位置，很刁钻，不太好打到他。好，先知猎头戳不动这边的副盾万，怎么办？这边牛头来了，牛头表示大哥，我来帮忙。边放火，我猎头还是很有操作空间的啊！想烧到我门也没有。那现在血法师3.7级，即将升到4级。家里的话，富特曼先撤一撤，哇，直接是升3本了。血法师冲破包围圈，是吧？哎，当着你的面，我去你家了啊！你回不回？哎呀，先知犹豫再三，不得不回啊！这不回去，对手的话在我家里疯狂搞事。好，狼骑只有一个啊，暂时留不下。血法师来。等一会儿狼骑网完之后呢，可以单传过来配合富特曼，又可以练级了。来，这个血法师玩的还是很舒服的啊。好，放火一烧，狼骑网可以单传，嘿，就等你的网了，一网我就可以走。可惜牛头没有跟上。好，单传过来，这个点练完，顶顶富特曼练级效率嘿就是高。家里的话，三本升级当中，女巫，哎，林呱呱要干坏事啊！女巫的衍生已经在升级当中了。那现在血法师练完这个点到四级之后呢，又可以去对手家里逛一圈啊！每一次去都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。好，这一次六级石头人出一个什么好道具？嘿，又是风暴狮角啊！这个风暴狮角确实有点多。好，风暴狮角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牛头的话，现在安心练级，先知先回去补一补。这一波的话，血法师还是给他很大的压力啊，暂时英雄等级也不高。奥林呱呱，这民兵是一波又一波啊，现在的话已经是4.3级了，再敲一波民兵，甚至可以在这里开个矿。福特曼，补状态的补状态啊，不要轻易上前线，万一药膏打断就白补了。血法师5级的一个蓝胖子，看看能掉一个什么装备。哔哔哔哔，哦，闪避护符啊，一般般。这一波的话，身上没有药膏了啊，状态也满。好，先知马上到3级，家里的话三本升级，三本升好之后升个大猎头，这样兽族的战斗能力会比较猛一点。那林呱呱现在是男女巫准备好了，后面出什么兵呢？谢法师到时候是吧，女巫隐个身，现在是4.6级了，要不再整个点，整到他5级，5级之后后面发挥的空间就很大了。兽族的狼侦查一波，现在来来来来来，谢法师的话还是要去对手家里逛一波的啊，不能够完全消失在对手的视野当中，是吧？不知道万一对手干点大事来了，这一波嘿刚好在家，要不放把火，狼骑直接往好，三个狼骑呢，这一波血法师交替地了吧。先知，哎，先知走了，狼这边猎头居然没什么操作啊。好，终于这把输出一下扛不住走。那现在兽族三本即将升好，这边城防也已经升好了啊。血法师这一波来的不是很巧，对手刚刚在家。好，林呱呱表示我继续隐身过去，哎，你补了一个兵营。好，那三本之后要干坏事了啊！家里的话，隐身还得再练一个点位。建好了。分矿还没好，塔已经先行了啊！八根塔一放，哼，安全感十足。哎，刚好兽族往这边赶过来了。嘿，那这个矿可能开不出来。血法师
来胆船。哼，这个小动物什么时候安排的大家知道吗？小野猪安排完之后，小野猪特意藏起来啊，这样对手就不知道。哎，放火会继续烧。好，这里的塔起来了两根，那不快被拆了啊。好，你拆我的塔，那我拆你的地洞。现在蓄法师放火烧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当然如果能升到五级，哈，那效果更加炸裂。哎，这一波富特曼得找机会去找个点练一下啊。好，兽族还不回家吗？先知身上有 TP 啊，他表示我要先把对手的塔给拆完才回，否则我一回来对手分矿就起来了。蓄法师身上好魔法值不太多，那我先平 A 打伤害。这边兽族还不回去吗？兽族表示我要一波把你给端了。好，小歪在家。嘿，小歪什么情况啊？给杜手送了那么多蓝，小歪还赶紧变。哎呦，刚才双线操作小王没顾过来，没有第一时间变。哎呦，这蓝已经被血法师炸得差不多了啊，炸得差不多，我又有火力可以放火了。哎呦，我就放一把火。那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，兽族大军已经想拆零呱呱的家了，但是这个铁匠铺一放相当的肉啊。好，大军压境，蓄法师一个人给对手操作的压力也非常的大。哎，小歪小歪就搞不过他。哇，这林呱呱还想用这个小动物卡一下小歪，对手暂时没反应过来。哦呦，这个小动物差点把小歪给卡住啊，蓄法师把他给收割。好，那蓄法师这一波撤退回家。经验值还差多少呀？还差个40多，已经升到5啦。这一波蓄法师来赚点经验值，你屋缓个速。放火一烧，哎，你还拆不？再拆，我就让你有去无回。呦呦呦呦，蓄法师找机会再抽一下。好，狼，哎呦，木头踩出来了。这一波蓄法师要小心啊！哎，这也是个操作失误了啊！抽一下，马上又结束了。好，蓄法师升到5级，5级之后来吃个蓝瓶，放火一烧，牛头，嘿，脚抬起来了，没踩下去啊！蓝魔法值不太够，再放火一烧，哇，这火烧的！拉扯一下，萨满一个人扛了一切的伤害。牛头现在没有蓝了，先知有，哎，要不抽他一下？现在蓄法师一个人可以打你40人口。好，蓄法师的话，现在哎还有23秒的一个 CD， 小动物还在这啊。好，富特曼顶队已经在兽族家里疯狂的拆建筑了。顶队富特曼人称小钢铁侠，是真的猛。兽族一看，哎，这些富特曼好像跑了，那我可以继续过来给对手一点压力，看看有没有开矿。那蓄法师单传 CD 好了吗？好了，那又可以单传过来了啊！来来来，富特曼在这，好，那我就单传富特曼在这里。来了，我就放火一烧，哇！这5级蓄法，3级火，小歪复活成功，来来来，小歪赶紧变啊！好，变出来了，可以。那收组这一波大部队回防，蓄法师啊有 TP 的，这位置还是点错了啊，点到这，如果点到这，有机会卡住这个蓄法师。好，蓄法师这都跑了，那我们看一下林呱呱家里要干什么事了啊？双兵营，出骑士，人口暂时还在压在50人口以内。好，现在补房子了啊，马上要爆兵了啊，可惜是单矿，所以说钱并不是特别多啊。如果刚才这个分矿开出来，那现在兵都可以爆了啊。好，这边4个富特曼，嘿，藏在这还可以继续干大事，还生好了血袋啊！来来来，你走，我继续去你家。牛头到现在还没有到3级，有点颓呀、啊。哦，先知表示，嘿，想不到啊，我就在家等你们，就知道你们4个小坏蛋啊，想干坏事。好，先知直接一人把他们给赶跑了。那蓄法师隐个身，找机会来来来，我最喜欢跟先知单挑了啊！我5级蓄法。大战3级先知，即将升到5级6级哦。家里有没有开始爆兵啊？还没有爆兵，还在压50人口啊。骑士的数量已经2个了，马上3个。好，富特曼的话给先知一点压力，蓄法师钻到里面去放火就舒服了。来，富特曼先吸引一下注意力。富特曼说追我呀，追我呀。好，看见蓄法师来，还是找蓄法师。蓄法师现在5.8级，再杀2个小苦工。差不多就到6级了，6级之后，哎呦，先知，要不走一下位置？放火一烧，再抽你一下。这边蓄法师还有一个血瓶，还是比较扎实的。
牛头双线终于练到了三级。好，林呱呱又找机会开矿了啊，这个矿开出来就舒服了。矿一开，这边谢法师再一次放火，哇，一动一烧。好，兽族部队又来了，嘿，又被我抓到了吧。好，牛头升的是这个牛头的点升的有点神奇啊，它竟然升的是二级光环，这个速度这么的关键吗？那谢法师一看你不回家是吧，那我在你家常住了啊。好，六级谢法火凤凰一招，先知赶紧，兄弟们快来，我得摇人啊，搞不过这个谢法师，这火凤凰太猛了啊。好，你敢过来，来火凤凰点一下先知，先知跑。这一波的话矿没有开出来，牛头没有 TP， 小歪他也没有 TP， 兽族现在疯狂的操作先知啊，但是操作空间有点小。林呱呱的话现在50人口，还得等一会儿啊再爆兵。谢法师现在不走了，哎，看这个蛋变哪里。好，先知表示我就等你变蛋，我要把你点了。嘿，这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变蛋。好，你打不到我，马上涅槃了啊，火凤凰。哇，跑得这么远。好，小歪和牛头终于是跋山涉水回来了，这个家确实需要我们。谢法师又把先知给榨干了，谢法师也有蓝了，呵，只要有弹药直接放。哇，好，看见你大部队回来尊重一下你，我走。哎，火凤凰能回去吗？哎呀，火凤凰表示大哥，哎呦，狼气没有赶上。好，那谢法师继续在你家头上疯狂骚扰啊，他手足还是不能出家门。这一局林呱呱的薛法师不做人了，确实把兽族家里的节奏打得真的是难受。哎，小歪单挑火凤凰可以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林呱呱家里不知不觉就已经憋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个骑士。七个骑士，平 A 出去好像没有什么刺激，看看林呱呱怎么玩啊。火凤凰好，变好蛋，他又来了，一个火凤凰就让你出不了家门。来来来，你打不到我，兽族要不出个空军把你解决了。小歪小心，哎呦，火凤凰还想过来点一下这个小歪。来，好，变个蛋，能打到我吗？嘿，小歪表示我真行，没有视野了，哎呀难受，这个蛋的位置刁钻。小歪赶紧补一下，哦呦，差点就被秒了啊！家里的话四处都是火，哈，一不小心这个火凤凰它又起来了。哇，呱呱不做人了，火凤凰疯狂在你家搞事。好，放完火，来，我又休息一下，我再来。兽族现在78块钱，哇，造塔这造不起来呀。那林呱呱这一边，好，发车了，发车了。三个女巫。这边的话看看骑士的数量是9个，好，一波骑士大军要把你 A 出去了。那火凤凰继续陪你玩，来，你打不到我，我又藏起来。兽族表示啊，腿了呀，原来火凤凰这么好玩啊。好，等这根塔好，这个塔好稍微稳一点。那林呱呱想干嘛？9个骑士女巫的话3个，那应该是要隐身了啊，一般1、2个就够了，那3个的话肯定是隐身隐身隐身。好，那看一下林呱呱要干坏事了，星火隐身骑士9个，这一个好隐好了。这一波的话看看林呱呱想干什么事，哎，要闹鬼了啊，那肯定是隐身骑士啊，突然之间在你家闹一波鬼，让你觉得我看一下林呱呱，好，骑士来来来，4个5个一组啊。好，小歪围住，小歪围住，哎，小歪动不了了，什么情况？我看一下兽族的一个视野，哎，小歪动不了了，那接下来先知好像也会动不了啊。好，这边想秒想围一下先知，来来来，先知也围住。哦，先知也动不了了，先知跟小歪完全动不了，什么情况？有鬼！哦，突然薛法师出现，哎呀，这两英雄动不了。什么情况？有阿飘。哦，好，现身了，现身了，原来全把我给围住了。那我们恭喜林呱呱，2个阿飘，应该说2坨鬼，把这边2个英雄给围住，动都动不了。
好，这一波兽族表示游戏体验极差，退出游戏，恭喜零呱呱。